from where we began. Oh, I tell you how I'm falling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我换网路啦，各位。鼻梁上怎么多了一颗？我的字就是随心所欲的，两颗不会再多，有时候会多，看我心情。那装酷也是可以，是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眼线是往上挑的？歌曲真符合现在什么意思？我尽量把那小女孩移出了。不要啊，我觉得她很可爱。黑姐控烟的荧光棒。今天也是很凶，哈哈，我要的感觉。可能看到你兴奋，哈，没有，他们原本就在考了，就在跑了。飞鸟上来，快飞起来了，呜，咻！啊！后面的小女孩，哎，现在不要讲啊，我在直播。没有，他没有很，他就是在乱跑。我们三个人去吃。我们点沙拉、松饼、饭，这三个、一人一个，然后大家公家吃。我比较喜欢这样，就点很多，然后大家全部一起吃，这样什么都能吃到。今天只吃水果吗？哦，对啊，今天不饿。对啊，包子自己去哦。哇，那你怎么吃得完？我们三个都没有把东西吃完。我们沙拉没吃完。没有，饮料两杯，他们喝而已，我没喝。我都不喝饮料啊。他们饮料也没喝完。然后饭也没吃完。今天天气好像太热了吧，太热了。我在那里坐，真的假的？你位置怎么换的啊？我们位置他是进去，他就直接找剩的给我们。居士，你们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去拍照，我们就去旁边的海拍照。那个上面有个楼梯，你有看到吗，包子？要去上面拍照，我之后会发。Sugar, yes me。我以为你今天你还在，还没有，我很好几天前去的，人家第一天去的，礼拜五去的。照片通常不会当天发，没上去什么意思？没有，我们原本要住那边，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发现没有民宿了，没有任何可以住的地方，全部满了。然后后来我就回我朋友家，因为我朋友家离那边很近。去我朋友家住了一天，然后回来台北。我们在讨论哪张的桌布比较好，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就是我第一天发的那个笑的那张，还有回头的那张。没先订，因为我们连假，连假前一天才订，看不到，只玩一天，对啊，只玩一天啊。
家的裙子是白色的，那件是在 Zara 买的，我前几天去看还有，喜欢可以去买。然后那个裙子是之前买的，我忘记在哪买的，它原本是搭别的衣服的，我把它拿来搭那件衣服。叫我吃芭乐，照片都没，废话，我拍的那么认真。对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想要住啊，我买干嘛？穿啊。没有，我可以买给女朋友啊，买给女生啊，很开心哎。那天去Zara看到一个款式更好看的裙子，应该买那件的，之前没看到。多一点小腿，多拍一点腿是吗？腿你们看海涵就好了啦。没有，我们那天如果本来会坐下，可是那边太湿了，而且我不想让我裙子碰到沙。你没有看我照片，我裙子都没有碰到沙。不然我本来想坐着拍那种。国威都不穿衣服的。哎，这个送品对。大家身体都好，嗯，没追过海涵啊？是吗？没有没，我就很小心没。对啊，我不想脏。我们那天如果本来说就是看心情要不要下海，然后就是附近买一件 T 恤什么，然后就直接穿一穿，然后换衣服去下去。然后那天就没有什么想下去，我朋友就不想下去，我就没下去。就下海玩啊，玩水啊。白色很难洗。对，所以我没有碰到。晚上好，こんにちは。感觉那天下去应该对，可是那天天气其实不热哎，就是蛮冷的。我们吃蛮久的，然后到就有点偏下午，蛮凉的。按到弹幕没关系。日本朋友吗？我也不知道。对话没有啦，我没有到可以日本对话那样，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会讲中文吧，不然下来这个有点可怜，看着一堆不懂的中文，然后看着一堆主播讲的听不懂的话，他下来碰运气看有没有会讲日文的人嘛，抱歉不在这。上个月我从日本搬到台湾啊。
你是台湾人对不对？但他看正妹就开心啊，是吗？就跟你说会讲中文吧。羡慕下雨的地方，就得是。对，他是专属翻译。不是大卡。不是啊，应该要有翻译吧。如果真的不懂中文的话。晚安。Good life。谢谢我第一次在烤的玫瑰，看到妈妈真的开心了，小在那边。我直播你们开心吗？明天点家桌，对啊，明天上课，没关系，我带你们心情好起来。Lady, I've been uneasy,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 we could be.一个礼拜才三小时，要珍惜。明天告白气球。算了，开心啊，还可以被偶像骂。咦？咦？你放四月八号，你想死吧？你怎么在这里讲出来？不行，讲出来呢，你会被殴打。是不是想被踢？继续做收心操，收心操从廉价就开始做，正没那么多，但是你只有一个，笑死！地磁层想放多久？不要闹了，生活还是要继续过，好不好？没洗头，是的，没洗头，两天没洗头了，各位，告诉你们维持发色的秘诀啊，不然你们以为发色为什么会掉那么慢？我那时候染完，然后他就说靠你了，那之后的保护就靠你。我说我会尽量不洗头的。他说很好。你要等一下网路。今天已经搞错时间跑去公司打，哎，很好哎，很勤奋。感觉放很久。什么放很久？保留着海风的烟味，没有啦，我去完海边，我当天一定会洗头。去完海边不洗头太恶了啦。但是那时候我在考虑要不要下海，因为听说那个不论是游泳池啊还是海边，就是下海那个发色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直接被海带。我以为是洗不会掉发色，原来是，当然不是啊。哦，我的，你说调色的对不对？就是洗头的时候可以用调色的。发型师跟我说不要用那个，因为下彩裸住，不然嘞。我几张脚很扭曲，我就没有放出来，就那个小拇指撅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撅起来。啊，我好像删掉了。你看我那时候其实是画一个某某啦，我只有放一个。看得到吗？欸，看得到吗？画一个某某。
被盐水，对啊，被盐水洗过会掉色。今天没有特别去哪，哦，没有哎，我没有去哪，我刚刚啥事都没干，我刚刚就突然想说，哎，我来画一个，因为就你知道吗，女生就是会有一种特别想尝试的妆，然后明明没有干嘛，就是也会在家里画一下。啊，然后今天刚好要直播，睡，就是想尝试一个比较不那么日韩的妆容，有吗？今天这样有不日韩？身体螺丝会松啊？你平常有在酸的吗？是那个脚趾揪起来那种。有没是亮点？对啊，所以我才把那张放出来，我特地把那张放出来，就为让你们看那个妹妹。然后 love 没有 love 没有空间了。最后一天就是耍废，对，最后一天就是耍，最后一天就是放松到极致。什么妆我是看不懂，但很漂亮。偏寒啊，偏寒、啊。你知道很奇怪、欸，我真的不懂，因为我就是我学校的朋友都说我是日系，然后我成员们都说我是韩系，我不懂，所以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去海边那天卧蚕画什么？哦，没有哎、欸，因为其实我们调完色之后，那个妆就会变得很淡很淡，所以我们会另外再用程式。我知道有一张好像太深，我用那个 app 的妆容。现在今天水箱有 O M O N O S 拍谁？妹妹三期生预定吗？不要烦他。哦，你有在酸哦？你们不要那么执着那个妹妹，韩系外表的日系偶像，我是台湾妹妹哦，我是台湾妹妹。对啊，对，我也觉得，可是其实我不是，应该是我的女生。对，我是台湾妹妹，谢谢。为什么被梦中了？为什么那么多绰号乱取耶？内心韩系应对台系，哎、欸，好像是哎、欸，哎、欸，唐老哥好像说出重点了，真的。韩系外表走日系，我想要骨子里是正，哎、欸，这个赞，就是这个意思。我不到国民妹妹，我不是国民妹妹，我是自己的妹妹，快要19岁了。我朋友他们过19岁都是跟朋友吃饭这样子。前几天我朋友就过19岁生日，我们去海底捞，然后还遇到一个粉丝，所以就是混在一起。嗯、哦，妹妹是 IU， 虽然还是我姐姐，但是她真的很可爱。你才要17，呜、哦，好小好小，我没有去考驾照啊。对啊，遇到粉丝，对啊，他跟我打招呼。他很高呢，他很高，他看起来18到25，18到25会不会距离有点大？应该还好，我不知道，因为他戴口罩。然后说你是李梦纯吗？说是，我说我很喜欢你们呢。然后我说哇，真的哟。然后，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就不是 AKB 的粉丝那种，然后说你，我那时候就很惊讶，我说你有在看我们的 MV？ 然后我说干嘛很惊讶、哦？我说我都买不到那个什么握手会跟合照会呢。我说哦，真的哟。哦，是哦。海底捞的员工，对，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说，那天我朋友生日，然后我一直很想，因为那时候人比较多，然后我们叫了2个捞面，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甩到那个面，然后那个人他就拿了两条，然后我就说我可以甩一条，然后你甩一条嘛，然后他就说好啊。我好像没有影片，我朋友是我朋友录的。可是他叫我李梦纯，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假饭哦，真的有，哎，不能以貌取，我以貌取人，我怎么了？我没有。对啊 ，Maggie 啊，就是那天生日，我那天生日去吃饭，然后我们去吃海底捞，然后捞面他一手甩，超酷的，我朋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怎么可能叫本名？哎，是哦。对，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他，因为他真的很高。一定叫某某哦，还是他是看一起上学吧？之前看限动有 TP 粉丝去海底捞，还点 TTP 歌，还可以点 TTP 歌哦。绝对叫萌萌的是哦。馒头是谁？馒头是上次那个我觉得像我朋友的那个吗？可能是听过 TTP 吧。哦，你有看我们大喊你本名吗？哦，没有，哎，某某都叫某某，可能不是哦，有可能是只关注 IG 的人，千层饭吧。啊，酷，而且可乐网的风云他应该连直播都没有看。我记得海底捞庆生还有员工拿，有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叫那个海底捞员工帮我们唱歌。听说那个是最尴尬，我们说既然生日，一定要让他尴尬一下。没有，他叫我全名，不是叫我梦纯哎，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去的时候，我朋友说他就有看到他，可是我没有看到他。哦，是你啊，黄宇，嗨！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因为那时候我朋友在等我。我那时候还跟他说，哎，我是不是还蛮厉害？他说哦，可以哦，你可以来这边工作。我说可是这边没有女的捞面师吧？他说对耶，没有出现过。你来这边应该很有市场。我说市场，还有在指定人家捞面的是吗？可能怕认错人，对。你攻击了我的村子，不会，会不会是高中？不可能啊！如果是学弟，他一定会跟我讲。Hello， 勇哥，晚上好。对啊，我不知道那个市场是什么意思。第一次啊，那你不是真粉 ，That's that。我的 IG 就有发过戴帽子，而且我之前直播也有戴帽子。你要给我一个解释。对，在学校你们以前都是叫某某，只有我朋友会叫我某某，欸，其他人是叫我李梦纯。谢谢晴湖的玫瑰。寒假没洗头，在家不会带啊，在家不会带。
出去才会带吧。两个 QQ， 从小就不是欸，从小小时候国中一直到高中我才有某某这个名字，国中我英文名字是别的。我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呀，记忆力不好，这个解释 OK 没有问题。今天播到8点，好久没看直播，那你该看了，你不可以拖这么久，你这样子会被主播淡忘，你知道吗？这是不好的行为。柠檬扯，嘿，怎么了？是因为梦，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名字才叫某某。有时候就是我们哦，因为我们学长姐也会很多错啊，比如说啊，呱呱啊，饼干啊，什么冰淇淋啊，鱼啊，什么，反正就很多错啊。我不知道什么学长姐都很多错好，然后我也取一个错好。嗨，冰大，晚安。没事，这样叫一下你的名字，谢谢你。原来会被淡忘，是的呢。你看你的勾勾都没了，我要忘记你了。其实一个星期也很久，什么意思？不是直接被忘掉吗？不会啊，不会到直接啊。我觉得梦纯蛮难记的，我之前一直不喜欢我的名字，可是后来是很多人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我才渐渐自己也喜欢上自己的名字。谢谢可乐娃，他都喜欢你。对啊，就是一些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拿塞，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开玩笑的，你不要走心，拜托你不要走心，拜托，不打给，切拜。发音笔画都没问题啊 ，OK 的。默默吗？哦，你说梦辰吗？梦纯不错听啊！哦，不要叫自己名字，好怪！不，包子也是吃。哎，你们会这样吗？用第一人称叫你，比如说默默想吃饭了，默默想你了，默默想睡觉了，默默觉得不错。哦，高中以前，我国中的时候，大家是都叫我李梦纯啊。然后我妈妈他们跟爸爸是叫我 Nico， 我现在回去他们就叫我 Nico 啊。我家人都叫我 Nico。 梦纯这名字，可是我觉得还蛮多人叫梦纯的。MC Lee， DJ Lee， 都讨厌自己的名字。但可爱的女生这样自称，哇，你看起来就是被绿茶骗的那种。妈妈想吃饭，你们喜欢这种吗？这样女生看到应该直接，太有诚意了。对啊，梦纯，你 Only Today 的片场不是说什么梦？那是我在装啦，不要在意，我在装绿茶。不是那个 Nico， 是 NICOLE。 我怎么知道？我妈妈小时候帮我取 Nico 啊。我姐以前叫 Candy 哦，她现在叫自己 Cindy 啊。然后我哥叫 Kevin， 他现在也是叫 Kevin。 我说姐姐你叫 Candy， 那我叫 Crush， 我们叫 Candy Crush。 被老师 Thank you， 被打了，我在打绿茶。这个修蛋姐怎么了？对对对，也是我不知哦，了解，谢谢你的关注 ，Thank you for your follow。心脏暴击，你说对啊 ，NICOLE，Candy 唱歌，不是那个 Nico Nico Ni， 不是，被哥哥排斥，我没有要跟哥哥一起的意思。哇，你的取名叫这个鬼，很厉害，对不对？我姐说不要，我姐说才不要。Crush，
就是以前有一个游戏叫 Candy Crush， 然后我妈妈就很爱玩嘛，然后我就会看。被韩寒吃掉，关韩寒屁事哦！我不要那个那个那，我不要。这个名不错嘛，是吗？Nicole Nicole， 不要再 Nicole Nicole Nicole， 死都不要，就不是那个类型的，不要逼我。然后你就在旁边画圈圈吗？没有，好不好？你说像拼图那样吗？像拼图那样 ，crush 你的心，好烦。谢谢包子的樱花雨飞，哦，谢谢。那念飞吗？念什么？对不起，我中文不好。微笑小仙草，那是又是啥呀？他喜欢吃糖，而 candy 等于糖。他喜欢吃糖哦，啊，我也喜欢吃糖啊，又不是他只有他喜欢吃糖，我也喜欢吃糖，你可以记一下、啊。拼读那个哦，哎，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东西。我现在不太想吃哎、欸，算了，吃给你们看好了。那要继续 S 吧，谢谢某某拒绝，谢谢。哎、欸，你们看，期待回归，不要吵。哦，真的、哦，你可记得吗？嗯，是以前的那个，以前的就是用那个，那个叫什么？以前的哎、欸，你们就是以前的那个包装吗？我超惊讶，我看到这个我超惊讶，这是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看到了，我在林口的 Outlet， 注意力一直被吃血，这样子。对，我那时候看到说，哇，我买了，我买了，我买了。然后我是买一盒的三颗，260。对，我们的童年，我看到我直接哇，我一定要买，刚好剩一盒，你看。你们都怎么吃啊？你们会把它剥开吃，还是直接咬着吃？对，橘色是加可，啊，家乐福有吗？我不知道哎、欸。对啊，里面还有玩具蛋。对没？剥开哦，剥开哦，我不要啊，我要咬开。我不要啊！好，大家都剥开，那我咬开，有玩具。可是我比较喜欢，好了，我剩下剥开好不好？很怕腻，对啊，我就喜欢这样。玩具等一下再看。这里有强迫症患者吗？谢谢我迪斯戴克的文手里，刚撤脸，撤脸，什么时候撤？拜托一下，早日送礼拜一集好吗？抱歉。
很怀念这个包装哎、欸。它不是玩具，它好像是那个吊饰。有那个脆皮，黑魔，这是我送陈思雅生日礼物哎、欸，我自己也有买一件。我们来看一下，哎、欸，有很多东西哎、欸。我来看一下哦，还有贴纸哎，有点复杂、啊，我开始觉得这是什么？我先看一下组装方式。哎，哦这个，只拿玩具，真的假的？1.90块，对啊，哇，有点困难哎，怎么好像很困难？我们一步一步来哈，他说头要先插进身体里面，这是身体吗？我真的不太用这种东西，这样吗？这个方向吗？好这样啊，长得好怪。然后第二步，把那个 CD 贴盘贴到这上面。我在拍开箱啊。这个是 CD， 然后贴到上面。三步，把那个脚插到 CD 盘上面。这只脚，然后第四步，把披风披到他身上。什么披啊？好奇葩，玩具对啊！大家晚安，好，没问题，去吃晚餐，不会全部弄错，我是一步一步来的，不会出错的。啊，这不是三眼怪，我要逐渐暴躁，就插进去。进去了，这样。以前有贴纸套，对，是故意的吗？然后哪来的虫虫？哦，虫虫还要把它贴到这个纸上面，是为什么？哎呦！有很多虫虫，小虫虫，那啥看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没有我还有，我刚刚在给你们开箱前，就是我买来第一天，我吃一个，然后它里面的，我等一下给你们看，剩下一颗我早一天吃，把它贴上去。我小时候好像对这些玩具没有印象，我只对巧克力有印象，就对玩具没什么兴趣。贴好啦，这样子。
是糖哦，真的假的？然后还有墨镜，这可以戴眼镜。当当，我现在还是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过布完全看不出来，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给你看，那墨镜800好。我给你们看我那天另外开。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现在还是搞不懂。它好像是在一艘军舰上面弹着吉他，然后就可以这样上下动，然后它的头会一直看旁边。对，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我那个鬼灭区一直在增加奇怪的东西，那庞克头哎，这应该是他们内部人不知道出什么。对啊，他们在糊弄我们。不愧是从小吃到大，真的很甜。没有，我都放在那边，我都可以放超久。可能我搬家那一天看他们不爽，我把他们丢掉。对啊，那个至少还可以动。不会哭啊。就是个积灰尘的东西。哦哟。还买，有人会买那种东西吗？你们要吗？可以哦。我给你们抽一些超怪的东西哦。那我把我钱包给你们好不好？你们要不要这个水杯？一律用过。抽15再来，有一些衣服你们要不要？钱包，里面卡跟钱当然不行啊。我要水杯，不要钱包。钱包一直沾掉我碎掉的粉饼，我真的超心疼，我粉饼一直碎掉，全部都要。T 恤的后母好像也。哇，无法想象，你这些是什么想法？这么喜欢用别人用过的。啊，这个你们要不要？可是上一颗我丢掉了，不要好了，我怕会它会甜甜的。那我要粉饼，碎掉的粉饼。后母除了抢眼还翻白眼，他有翻白眼吗？他有翻白眼，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要，谢谢。因为不是别人，是妈妈啊，了解啊。
哎，你们真的要买我这次的生日 T 哦？真的要买哦？我这次的设计就完全不是那种什么可爱的那种，也不是什么很少女的那种，就是很前卫的那种照，很前卫的那种图像。这个可以签纸笔，一开，生日 T， 真的、哦。我问一下姐姐能不能抽十五，首席没有首席，不是买来当工作衣合理？前卫怎么不是没？这是一个比较酷的图案，然后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这次画的画，因为姐姐看到图之后，她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改？你要不要改？然后我说我不要。他说你要加油哦。我说好。喜欢暗黑风是吗？我说穿绿我手是吗？我原本是用白的，可是姐建议我用黑的，所以我就在黑白两边思考。可爱，对啊，我就想说你们都是男生啊，我就想说大家用一个小爱心什么的，李彩杰啊，一个小蝴蝶结，嗯，男生欸。对，吃汉堡的图，姐姐这么老实，对啊，那你姐姐觉得不合适？生日主题，生日 T 跟生日主题一直都没有什么关系啊，一种可以看，另一种不能看，男生就是要穿可爱，好哦好哦，可是我买了蝴蝶结，哇，你还敢讲了。不是笨蛋汉堡，就是普通的汉堡。连姐姐都觉得不行了。我自己是在外面看到那种图像的衣服，我会想买。你们要这样子对我吗？是男生。好。对对对，我有跟他讲，我说我那时候我在直播就是讨论，就是摇汉堡的画面。猫子好低啊。没事，这样可爱女犯怎么办？哎，我的女犯比较帅，有一个女犯她哦，她眼睛超好看，就是她每次都会画那个很酷的那个妆，然后我觉得哦，她穿那个衣服一定很合适，对啊，可以期待。大叔要装年轻就靠你，对这个可以。出速梯要买什么意思啊？你知道陈陈去年把自己放上去吗？我也会把自己放上去啊，我去年也是把自己放上去啊。还是姐姐是基于对。他说你这样可能会卖不好哦，我说啊，可是我很想要这个图案。他说好啦好啦，我会送一件给艾斯的。对，是不是？我差点就想跟他画一样。没有问题，你送一件给艾斯，给你掌声。还不确定能不能买，什么意思？去年那个我穿去，蛮合适的，蛮合适的，我也拿来当睡衣。真的不该放自己的图像，这样子看起来很怪。去年我又不在，好次啦，所以希望这一次这个可以卖得好，让姐姐看到我的努力。就希望我之后希望下次我也能做出自属于就是一看就是我的风格的那种衣服。是不是像今天？我觉得杰西那个豆皮真的太好笑了，不觉得吗？不是，就不是没。我花太多钱啊，没关系，在自己经济能力所及的范围里面，如果你有宽裕，你再来买，就是不够也没关系，不强迫。私海放自己，对啊，大家都放自己。不是，
那个香港首席就是显迪奇的美，就是显迪奇的首发美。啊，你们现在这样，我就不就照抄了吗？你现在饭真假没小粉的，可以可以。你能手绘，可是大家不都手绘吗？我现在买了这支笔，我的万能笔。我现在朋友来我家都想拿我的平板跟笔画画，就是那个电绘笔，但家人不可以，除非了解。以前也会被妈妈控管那个买的，等你长大一点就能自己经济独立。你生日贴的签名照画图可以多点变化，比较会让人多买一些。我变化很大哎、欸。夜饭时某某竟然下标语，你要不要买？什么？我说啊，你是要不要买了啦？不够的话可以哦，可以啊。借得到，如果我那天就刚好有带着钱去握手会现场的话，你说可以借一点哦，可以啊。没有我的握手券是不是？我送你，我送你好不好？施压，对，我要尽情施压，不买出去，买了也出去，这不是你们想要的吗？现在怪我吗？哦，真的。年纪，我说，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有些妈妈觉得18岁就可以就可以独立，有些人觉得20，有些人甚至觉得30，你还是我的宝宝，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嘛。就有些成员生日的签名照，每张会写不同的文字。生日，什么东西啊？还写两个人的告白气球。哦，你说那个100张吗？不是100，就是那个很厚的那个吗？那个都要分好多天去公司签哦。谢谢梁啊，你刚哎，我刚谢过了吗？经济独立，经济独立，我 OK。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可以啊，如果我这次有机会的话，我会努力签出不一样的内容。你好，我要借100个什么？20叫房费，对啊，有些人每家不一样啊。我妈是在我17、18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因为我蛮独立的，我自己觉得我蛮独立的啦。我不知道我妈妈觉不觉得我独立。装水，我看我买2件，我今天都写不一样，那么多张，怎么哪有那么多内容啊？你当我画很多是不是啊？我要去网络上找一堆语录，我也是18一道嘛，哦。算独立对吧？哦，我还没有吃自己，那我应该不算独立。譬如如果有人买，但如果那个6个人根本不熟的话，不就很尴尬？然后到底谁抽到最角落那个、啊？然后没有人要回话。图。图案不一样哦，对耶，可以。小迪好像把歌词怎么又变语录了？可以啊，可以。那我干脆100个，然后全部铺平，然后我就这样写一个文章这样，然后你们要全部买到的人全部都必须要拍起来。
买两件以上，哇，这是好的销量方式，我很努力。真的会太累，还要给哇！希望我20岁也可以跟你一样。这会不会太累？还好吧。没有想法，大家一起啊，走心，都各写一个字，想要一段话的自己，多买几件造成，哎，可以耶，哎，可以，我每个都写一个字。每个都写一个嘻嘻嘻嘻嘻，欢欢欢欢欢，你，然后如果你买三件，就有机会凑成喜欢你，这样子怎么样？放自己的猫，蛮可爱的呀，猫咪，猫咪，有些人有猫咪就买。如果想知道下一个字，请找下一个。哎，那我多写几个字，我说我好喜欢你，一二三四五，五个耶，一人买五件，谢谢。疯了，阿爸有没有这样搞？嘻嘻嘻，嘻嘻你，欢欢你，不是啊，你都买了，你干嘛不把字排好？结果给到最后是要自己勒紧裤子，什么啊？结果买十件都是洗，哇，这太衰了，这太衰了。盖 Coco， 他不能洗澡哎、欸！啊，你这样子给他印掌印，他那个红色的怎么办？这是怪掉，我会不会拿到洗？那你也是很衰哎、欸！你在变相让我买更多件，抽到我应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在跟大家讲说里面会有不同的字，我到时候再公布就好啦。我好想你，多买几件，像这样。对啊，我可能会不同啊，比如说。反正应该会有很多我，然后后面就不一样。买五件就问了，呜、哦，就是你们可以跟粉丝交换这样。哎，我再顺便让你们有互动交流，你们可以去换哎，可以用蓝色一样，对，一样，跟那种在市场一个实践，搞不好这次销量会更好，节奏。那个图案有人会想要哦，然后再加一些橙换，我好欢你，然后我橙换两个欢，圣诞礼买不完，哎，这个 idea 真的很好哎，我好喜欢哦，不想交哎，不行，空燕你跟我去交流，我要诚实告诉你，字不是梦辰写的，什么意思？我的字都是我自己写的。会变成哦哦哦，没有哦，好难收集啊！你要去换，只出一套两件，反正谁出的主意？谁啊？空叶吗？是空叶不是吗？可是实际上，对啊，顶多就是买个几件，然后跟人家换个几件，差不多。现在好像要1000，哎，那我不能让你们破费，三个字就好了。对啊，三个字好了，三个字，别破费啊，各位。喜欢你，好想你，我饿了，我饿了，讨厌啦，奇怪耶，抱歉啦，对不起。黑凤梨不会有句号跟顿号，我饿了，最爱你，打死你，哦，打死你，打死你不行，这样有一个会是死哎、欸，这样有一张会是像就是某某 AKB48TTP 死，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没关系，那你也可以买一件啊，没差。
不减肥哦，不减肥也是可以。哎，这样会有一张是肥耶，然后你们要考虑到那个单字出现的那个怪异，就是某某 AKB48 TV 肥，这样不好哎。ban掉你也可以。可以有那种一定可以凑满一套吗？我不知道啊，因为那个卡也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随机发的，应该是随机发的。哇塞，那张怪人。月吧，哦，把字拆开也是蛮好的，变两个字是吗？一件900啊，也是哈，那两件。完了，怎么想的是不行的，讨厌，还是你出去。我吗？找死吗？这里也在推销两件吗？是的呢，没错呢。梁蕊，你可以帮你全家都买。不打下来，因为我记得啊，这么简单，三个字，你出去，哎，你出去也可以。啊，如果变抽到你去去，那就很可爱。或是不要你哦，你就是把那个人称去掉也是可以啊。你刚刚说你找死吗？好烦哦，不要这么 M 啦，大家不可以这么 M， 没有人这样子的。会造成家庭问题吧，我两三千是家庭问题，什么家庭问题，抽到去去你，你去去，你出出，你肥肥，你肥肥。哎，我想上厕所，等我一下。Bathroom。上厕所，好妹，因为我妈妈叫我关门。真的蛮有创意，代表我，对吗？去去前前走。解放完很爽。请问你这舞是哪学的？
我刚好跳舞吗？我刚好跳舞吗？真的冲水是很明显啊，不然呢？你要叫马桶安静哦，不然我要留到下播后再冲吗？臭臭！我刚好跳舞吗？哦，我刚是动头吗？就是脚这样，脚这样，脚就是这样打开打开，然后头就是这样。马桶请安静，摇摆着出来。最近很喜欢用喇叭播，用喇叭播音乐，不知道什么就会有一种特别想跳舞的感觉。因为我家里全身镜有个魔力，就是大家来这边，然后播着音乐，大家就想跳舞，你知道吗？会遇常常会找，绝对安静，绝对静音的冲水马桶。最爱默默和英语，谢谢。迷之舞蹈，又赚到一堂免费的，我才教不到，我才这样一个动作哎、欸。还是刚过，那是你另外一个人格。Oh, maybe. 是什么？要卡？哎，卡了吗？哎。发生什么事？谁家有谁好不好 ？iPad，iPad。OK 了 ，OK 了，那就好。那种镜面，那种镜面的。然后你看上，算了、哦，我、哦、没换、啊，你没有看到吗？这是我本来的手机。你看我的桌布很可爱，一个 smile， 那有爱才不会卡，哇哇哇哇哇！有人讲话很刺哦，谢谢北极熊的小熊抱抱，你自己画？当然不是啊，不是这个微笑需要自己画吗？好亮哦！哦，抱歉，抱歉。我有你那桌布的衣服哎，就一个微笑。啊，你刚卡爆哎！够呀，都不够啊。晚上打游戏，祝你们打游戏快乐。没有收到包子传给我的东西，好像你在玩我是不是？谢谢单细胞带我走，还是在味觉可以再录一个音。我爱到卡惨死，有点不好吧？又要立李梦哲的 flag， 哎，真的不是我的错，不要把我拿出去立。帮我卡，哦，你只是忘了卡，哎，不是，你只是迟缓了一点，比别人慢了一点卡。我设公开，你可以讲。哦，很棒，谢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卡什么都没听到。好哟好哟，没有关系，
missing. This is gonna work. It's gonna make it. It's gonna work. It's gonna make it. I don't want to be like silly. It's not silly. 那种东西不是那种。我刚刚整段卡啊，真的什么低潮？什么低潮？哦，低潮不是低潮。直接听不懂你们在讲，已经不知道，不知道，之前已经不知道大家接了多少我卡住丑的画面。对设计系，对啊，低潮不就是最大的资料夹吗 ？D E F G 都是 T T P， 哎呀，讨厌，真棒。开车？什么？谁开车？不可以开车。哎，我以为包子准备休息，没有啦，没有。50张左右。录影中，请微笑。我开车，请带着我。你没有驾照开车吗？就你各位没有驾照的都请下车哈。那能不能骑车？嗯，可以，有驾照都可以。你有开车吗？不是都开，然后谁开火车？就不会说这种艳媚的话，因为已经没用了。对啊，一直都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过的？现在火车哦，对，大家不要乱讲 ，RIP。那能不能载你？不能。我看起来是会随便给人家载的吗？不过我还是说不出想说的。对啊，我觉得你可以再坦率一点。我觉得打字其实没什么渲染力，我觉得各位可以用录音的。那可以给你在吗？我看起来有驾照吗？什么叫做一直都没用？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在讲什么？什么有用？载不动了，哎，什么意思？好险我比较随便，所以给我载。好烦哦，哥哥载，你怎么还记得之前那个限动啊？我被女生拦下过，为了搭我便车。现在有人会拦便车吗？不存在声音好不好听这件事。我就说在了，默默不敢动。你在那边挽回也没有用，我都知道你在讲什么。声音很难听，不敢。怎么会有人觉得自己声音难听？什么叫枕头有妹妹啊？我这边辅助 OK。我明天还要在我妹去考驾照，妥妥的工具。是的，哥哥应该的。对啊，一般走在乡下，小五在乡下嘛。啊、哦，我要念排名。第10名，空叶；第9名，志宏；第8名，晴湖；第7名，单细胞；第6名，我的赛可；第5名，北极熊；第4名，流浪人；第3名，可乐王；第2名，明晶；第1名，包子。哎，大家的头贴都换海边照了，好可爱哦！你们真的很可爱呢。我又变妹妹了，因为就很美丽，不然继续放我不要，你就可以不用，除了你以外，对，除了你以外，在那边闹，大家放好看的照片，就你在那边闹。Thank you。你真的很夸张。
天上班你才换手机哦。哎，你买得到我付钱。哎呦，先买13，哇，你们现在在激将吗？李梦纯的年纪真的是比我想象的还小。哦，对，每个人都看不出来，我现在才18。对，九月才出，我知道没，我有点想买没。没有，我等 i13 出的时候买 i12， i12 就会降价。没关系，还是80我才没有。如果买得到，我们相差8岁，这已经可以叫你妹妹了。好的呢，哥哥。二八 ，Oh my god， 28，你也很酷哦，他哇哥。大一小不是大一还是小屁孩吗？高一才是小屁孩吧。12不错用，那我没错，马上购入。你像24可以接受，24可以接受。不哈，可是我看很多人讲11的不好哎。Oh my god， 姐姐。哥哥，你们怎么还活着呀？不是38吗？哎呀，你各位年轻人，塑胶蓝，对，哎，塑胶是塑胶蓝，不是塑胶蓝，好不好？可是我真的很想要粉色，好烦。对老屁股来说，大一都好啊，好美。好像我高二不是屁，对，12更不好，真的吗？是哦，光大学都屁。不是八了，没关系。没有，高一还是刚脱离国中，所以很屁。啊，所以要买 Pro， 可是我不想买 Pro， 我不想买那么大只的，我想要跟我这一只差不多就好。我觉得这个大小很 OK， 不想更大。12 Pro 金色美。我真的不好，我这个跟你讲，我不在乎颜色，反正我都是要装壳的。对，我都是要装壳的。有人20几还很皮，哦，那是男生吧？刚才不是去键盘啊 ？Pro 有小字的，哎，不是 Pro 不就是大的吗？哦 ，Pro Max， 哦，不然你买多，谢谢。我要拿什么直播？哦，我那就买 Pro 啊。我也拿破好了，我也拿破。大家下播了呀，拜拜。My Pro Max， 哇哦，谢谢，还有娜娜，拜拜，晚安。对啊，刚才拿平板好了。